起，马兵们都进速冲出闸门，骑士们个个都有十足的把握，直到终点线前谁也不会轻易放弃。让我们期待这场龙争虎斗吧！赛马场边壮观的总统巨石像，象征着美国的历史与荣耀。今天是艳阳高照的日子，维持水分的补充变得特别重要。马兵们都尽量靠近内侧，希望能抢得优势。五号需要的是一个好时机。一号目前是最后一名，直线冲刺总是让人热血沸腾啊！二号现阶段还是有赶上的希望。二号会不会是后继无力呢？六号想当冠军就要坚持下去。三号快点发挥实力吧。四号都没有好好把握机会。六号仿佛已经看到胜利的奖杯了。四号还给人缩短距离，头两匹马是否会这样保持到终点线？一个冲过终点的是六号。让我们来看慢动作重播。恭喜本场冠军得主是六号。
战况越来越紧张刺激了。三号，只要在前三都还有机会。四号，大概不擅长这种跑道。三号，一样吹响胜利的号角。五号，还在向前冲刺。五号，到底从哪里赶上？三号，是本场的赢家。让我们来看慢动作重播。恭喜本场冠军得主是三号。一号第一个冲出闸门，其他马匹也都纷纷跟上，看来这会是一场竞争激烈的比赛，让我们期待这场龙争虎斗吧。特殊的彩虹跑道让马匹们每踏一步就发出灿烂的光芒，璀璨的星光和晴朗的夜空让马匹和骑士们的视野绝佳。马匹们都尽量靠近内侧，希望能抢得优势。二号还有希望提升排名。三号进步的空间还非常大。五号今天似乎状况绝佳。六号一旦有机会就要把握。四号现在的名次有点不利。六号是否可以领先到最后？二号就用力给他拼下去吧。一号看来情况不乐观。六号非常有希望夺下冠军。二号还在向前冲刺。战况变得越来越激烈了。五号第一个通过终点，让我们来看重播镜头。恭喜五号获得本场冠军。骑士们也都做好了万全准备，一起进行这场艰辛的比赛，让我们拭目以待他们的表现。今天哪匹马可以夺下草地王的称号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在香港赛马场中，除了观看比赛，还可以欣赏极富设计感的马匹雕像。二号保持在跑道内侧率先出弯。一号现在跑在第三个位置。六号可能还在保留实力。二号目前的表现可圈可点。四号目前稍微有点落后。六号可不要轻易就放弃哦。二号是否可以领先到最后？一号想要超前就趁现在。四号目前算是比较落后。二号丝毫不敢松懈。二号也想当第一名。五号会不会领先到终点？五号第一个通过终点，让我们来看慢动作重播。恭喜本场冠军得主是五号。
力冲刺，骑士们早就拟定好作战策略，一起进行这场艰辛的比赛。让我们为所有的马匹加油吧！赛马场每次为马匹提供的服务都不尽相同，让马匹保有新鲜感。今天的天气不佳，如何保持体力成为马匹们的重要课题。出弯后领先的是三号，其他马匹也紧跟在后。二号需要的是一个好时机。四号目前落在马群后段，现在进入直线冲刺的阶段。六号应该有潜力向外发挥。四号会不会是后继无力呢？这就进入玩肉化的状态了。三号想要超前就趁现在。二号看来情况不乐观。六号、四号目前领先中。四号不要认为自己不行啊。马匹们都进一步冲出闸门，骑士们也纷纷绷紧神经应战。最后是谁能够夺下冠军的宝座？大家一起为他们摇旗呐喊吧！在泥泞的比赛最着重速度，所有的马匹都要好好集中注意力。著名电影中金刚攀着帝国大厦的身影可以从美国赛马场永远跳到。马匹只要想到跑到内侧的位置就更有机会。四号应该是实力不弱的马匹。一号现在是跑在最后面的马匹。马群现在跑入后半场。五号现阶段还是有赶上的希望。三号可不要轻易就放弃哦。战况越来越紧张刺激了。二号只要在前三都还有机会。六号可能被环境影响表现。一号准备要一场胜利的果实。二号
一号脚步非常的稳健快速，三号实力应该不仅如此，二号都没有好好把握机会，一号仿佛已经看到胜利的奖杯了，五号不加速不行啊，冲啊！战况变得越来越激烈了，一号是本场的赢家。再看一次重播镜头，恭喜一号获得本场冠军。二号飞也式的出闸，首先在起跑点就抢得优势，最后是谁能够夺下冠军的宝座，让我们拭目以待他们的表现。在草地有好表现的马匹，到了泥地不见得也可以称霸。在晴朗的天空下进行比赛，马匹看马匹们都显得特别开心，马匹们都尽量靠近内侧，希望能抢得优势。六号现在是坐而望听，三号今天似乎状况不佳，一号现在跑在最前面，六号似乎就差那么一点了，三号其实不知道有怎样的策略，一号目前跑在最前面，三号千万不要挑战自己哦，四号今天和骑师默契不够，三号不知道可否已经到最后，六号还在向前冲刺，一号会不会有惊人的表现呢？比赛结束，冠军是三号，让我们来看重播镜头。恭喜三号获得本场冠军。马匹们都尽速冲出闸门，骑士们都使出全力来奋力一搏，最后是谁能够夺下冠军的宝座，让我们期待这场龙争虎斗吧。在彩虹跑道上进行比赛的马匹和骑士们更显得神采飞扬，瀑布的水雾在阳光的照射下更显壮观，也增添了梦幻场景的气势。三号第一个冲出弯道，非常有企图心，六号现在是坐而望鹰，一号目前是最后一名，就用直线冲刺来一决胜负吧，五号还有努力的空间，一号现在跑在最后面，三号脚步非常的稳健快速，二号必须要再加速才行，一号这场可能没机会了，剩下最后150公尺，三号目标超过前面的马，恭喜本场冠军得主是二号。
所有的马蹄都向前冲了出去，骑士们个个都有十足的把握，最后谁能踏上胜利与荣耀之路，让我们为所有的马蹄加油吧。一旦泥地潮湿，连带也会让马蹄的步伐显得较为沉重。今天是晴空万里的好天气，参赛的马兵们也显得兴致高昂。二号跑在内侧，第一个冲出了弯道。四号目前还在前三名之列。五号目标是跑入前三名。二号看来骑士的策略奏效了。五号要设法靠近前方马群。一号现在落后在马群外。大家快替喜欢的马兵加油。四号就用力给他拼下去吧。一号大概不擅长这种跑道。二号四号竞争的非常激烈，四号也想当第一名。五号让我们来看慢动作重播。恭喜五号获得本场冠军。二号飞也式的苏达首先在起跑点就抢得优势，最后谁能踏上胜利与荣耀之路，让我们期待这场龙争不动吧。草地的比赛就怕下雨，一旦潮湿就容易造成马匹前进的障碍。日本赛马场中除了看台外，还有许多类似寺庙的特色建筑。马匹只要想到跑到内侧的位置就更有机会。一号是否可以再往前推进？六号已经落在马群后半段了，后半段的竞争会更激烈。一号应该有潜力尚未发挥，二号再不加油就真的输了。五号目前领先其他的马匹，三号必须要再加速才行。二号本次策略不够完善，剩下最后150公尺，二号还可以再缩短距离。一号，让我们来看慢动作重播。恭喜一号获得本场冠军。所有的马兵都向前冲了出去，骑士们也纷纷绷紧神经应战，最后谁能踏上胜利与荣耀之路，让我们为所有的马兵加油吧。在泥地有好表现的马兵，到了草地不见得也可以称霸。今天的天气不佳，如何保持体力成为马兵们的重要课题。马群们即将要冲出弯道，看看谁是领先者。二号目前还在前三名之列。三号进步的空间还非常大，直线冲刺总是让人热血沸腾啊。一号现在这种名次不行哦。六号再不加油就真的输了。
名候选人。比赛结束，冠军是三号。再看一次重播镜头。恭喜，本场冠军得主是三号。骑士们早就拟定好作战策略，看来这会是一场竞争激烈的比赛，让我们期待这场龙争虎斗吧。西米斯不单是英国的圣地，也是伦敦最杰出的哥德式建筑。阴冷的天气会让跑道较为潮湿，马兵们必须注意步伐的变换。四号率先冲出了弯道，领先后面的马兵。五号还有希望提升排名。六号今天似乎状况不佳。马群现在跑入后半场，五号还是有机会可以超越。六号不好好激励一下不行啊！四号脚步非常的稳健快速，四号求胜心还非常强烈。六号这场可能没机会了，一号丝毫不敢松懈。五号目标冲破前面的马，一号、三号始终保有一定的距离。比赛结束，冠军是一号。再看一次重播镜头，恭喜一号获得本场冠军。六匹马都陆续往前冲出去，骑士们也纷纷绷紧神经应战，直到终点线前谁也不会轻易放弃。让我们为所有的马匹加油吧！一旦泥地潮湿，连带也会让马匹的步伐显得较为沉重。赛马场每次为马匹提供的服务都不尽相同，让马匹保有新鲜感。一号跑在内侧，第一个冲出了弯道。五号现在跑在第三个位置，二号目前落在马群后段。五号应该有潜力尚未发挥，三号再不加油就真的输了，战况越来越紧张刺激了。六号只要再加把劲就有机会。